韩国、美国、日本防长时隔两年七个月会晤，讨论导弹预警演习等对北韩应对方案。韩国国防部长官李忠燮、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十一日在香格里拉对话的举行场所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会晤，讨论加强三边安全合作和应对北韩局势及印太地区安全挑战的方案。韩国国防部表示，三国防长承诺展开合作，以实现韩半岛完全无核化和永久和平。三国防长一致认为，国际社会履行联合安理会决议至关重要，为根除北韩的非法海上转运活动需展开国际合作。国防部还表示，三国防长商定实施导弹预警演习、弹道导弹探测追踪演习，并采取其他可行措施。三国防长强调，为应对印太地区的安全挑战，应加强信息交流、高级别政策磋商、联合演习等三国合作。三国防长明确表示，强烈反对任何改变当前状态、加剧地区紧张的单方面行动，并强调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不过，会晤期间并未讨论三国联合军演的细节。李忠燮在会谈后与记者见面时表示，三国在宽泛的层面上讨论了韩美日军演，韩美日军演有别于韩美军演。